刘翔大叔，马强呐，点到呢。啊，眼看就要开春了，闹起生产来，这坑坑洼洼的，跑道不方便呢。是啊。哟，刘翔大叔，识这么多份了。马强呐，咱们范神父头一年种上自己的地呀。 我恨不得让一亩地打出2亩地的粮食来呀，好支援抗美援朝，支援国家建设，给党做脸呐！大权，对呀，大权呢？啊，哎呦，村长，忙呢，哈，起这么早啊？点份。好啊。哎呀，区委王书记批评咱们了，啊，这是他亲笔信呢。 说咱们芳草地三个党员不齐心，贯彻区委指示不力。我说大权呐，咱们得赶快行动起来了。怎么行动啊？嗨，我还是那个老主意，召集全村大会，我来宣讲宣讲，把大伙的劲头啊鼓起来。<笑>咱们党员得起带头啊！ 赶快张罗人开会吧！啊，金发，我还是那句话，压根就不同意开这个会。哎呀，我说大权呐，我跟你说句过心的话吧，你总跟区委书记的指示憋着个劲儿，能有你的香饽饽吃吗？金发，你怎么总想吃香饽饽呢？ 啊！你这个人呢，闪开点，闪开点啊！闪开点，踩着我可不管啊！闪开点，嘿嘿，哎，哎呀，少怀，买的，响应发家致富的号召嘛！哈，村长说了，一会儿要开会贯彻，还让我当个典型呢。嚯，六岁口，正当年呐！我说秦富。 还留着钱下崽呢？嗨，我哪有啊？你是怕漏富，再来第二次土改呀？嗨，哎，少怀啊！哦，哦，如今你那院子里边又是骡子又是猪啊？<笑>我呢，除了钱窟窿里边耗子，没带毛的了。<笑>哎，先说一下啊，用牲口的时候，我可到你那儿牵呢啊。 这话要看怎么讲了，那些变着法儿想把我提拔成富农的人，要想使牲口啊，哼，对不起，没门儿。<笑>要论咱们乡亲哥们儿，行啊！哎，冯少怀，你买个破骡子斗什么神儿？哎，我少怀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你是对土改不服气呀？冯少怀，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这。 你这是扯哪儿去了？村长，我响应发家致富的号召，还响应错了。你明明是想气气樊师傅。铁汉，好，不让咱发家，咱不发。少怀，你呀，少怀，这别走啊！这，铁汉，你这是朝的哪门子？你看，眼下不是土改，是搞发家竞赛。哎，村长，乡亲们，现在我给大家伙啊宣讲宣讲。 在旧社会的时候，咱们穷人想发家，那是在苦洼子里头扑腾了一辈子，到了呢，还是一场空啊！啊，眼下呢，咱们是分了房子，分了地，正是趁水和泥的好机会。他买了一头骡子，咱们买两匹马，比一比嘛！啊，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啊？ 谁狗熊，咱们大家伙就得长这股子志气。金发，金发。
你问问大伙，翻身户有几家能买得起马？是啊，咱们穷人有几家能买得上马呀？村长，翻身户让地主歪嘴子把血汗都喝干了，是光着身子进的新社会，能不能买得起马你还不知道吗？嗯，金芳，今天这事儿你都亲眼看见了，发家致富到底对谁的心思？要是按照这条道走下去，有发的就有败的，不要说支援国家建设，支援抗美援朝了，就连翻身户翻了半截的身子都要翻回去啊。大全说的对啊，是这么个理儿啊。咱们翻身户可不能走这条道啊。是啊，不走这条道那走哪条道？金发，毛主席早就给咱们指出方向来了，老解放区也做出了样子，走共同富裕的道。大全的主意可真好啊，又搭局又变工。嘿，是啊，这回咱们翻身户再也用不着伸着脑袋叫那些有牲口的户捏咕了。对呀，村长啊，你跟谁搭局啊？我嫂子挑得动。哎，好了，哎，高大全这一闹，咱们的套还卖给谁去呀？哼，车到山前必有路。二林啊，咱俩那事儿跟你哥哥嫂嫂说了吗？还没有呢。你也不着个急，我过晌就回湘云寺，得给我姑个准信儿啊。哎，二林跟你堂妹子对上线了。真的？嗯，二林可是个好车把式啊。来了。菜放，喂完猪再走啊。哎，二林呐，想什么呢？啊，哥啊，咱们家人手齐呀，用不上两三年准能过上富日子。二林呐，可不能光想咱们一家呀，我是穷怕了。哥，嗯，我啊，是和彩凤的事儿。前两天我叫你嫂子到湘云寺访过了，彩凤倒是个受苦人呐，我就担心冯少怀插手。没有，是我们自己好的。哎，他可是个见了缝就下蛆的人呐。大强哥啊，这个办法真灵，今儿个大伙干活可欢实了啊。哎，二林啊，咱俩这么好，你对上相也不告诉我一声？刚开个头。刘翔大叔啊，您跟周世琴搭剧的事儿我正跟他商量呢啊，他说明天早晨回话。大全啊，又让你操心了。大叔别这么说，咱们翻身户就得抱团啊。哎哎。爸爸，我妈又犯老病了。啊，哎呀，那是口粮。
刘翔大叔，啊，大婶的病好些了吗？好些了啊，我托人弄了点药，先让婶子吃吃，看好使不？大全，这个，大叔，您跟周世新大聚的事儿说妥了，哦，答完了份呐，快找他去吧。哎，你这是啊，莲子坑的军属徐老大娘有牲口没劳力，非让我跟他换工。哦，正好，咱们也缺牲口，我去那么三两天就回来。哎哎。大叔啊，这事儿得抓紧呐。哎哎，刘翔这事儿啊，是刚送个信儿，往后啊他们现眼的事儿多着呢。哎，翻身户可是抱团啊。嗨，那是虚的，眼下他们连自个儿的地都种不上，还顾得上他？我看你给他把地种上卖套。嗯，嗨，他连顿饭也供不起呀，他刚从沈记粮店借了一担棒子。嗯，哼，那么一点那够吗？你不会再借给他点粮食啊？什么？我可不干这赔本的买卖呀。哎，你呀，你真是个小算盘，还不起粮食，他不还有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吗？哎，少怀，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你咋不捡呢？啊，嗨，他们跟我憋着劲儿呢，能顾我的套吗？趁高大全没回来，赶快办。哟，这么早就回来了？啊，刘翔大婶的病好些了吗？大婶的病还没好利落，大叔又把脚砸了，周世琴等不及跟别人大聚去了。嗯，听说秦富古到大叔家雇他的套呢。你爸爸呢？上天门镇去了。干什么去了？借粮去了。你们家没粮了？都换药了。哥，就等你回来开犁了。啊，一会儿就下地。哎。哥，先不忙着下种，等耕完了地再种也不晚呢。啊，刘翔大叔家揭不开锅了，我先给他送点去。哥，就是自己家揭不开锅，也不能吃种子。二林呐，那不是种子，是我压面做干粮用的。这是多少斤的？什么？得过个数。38.5斤，刨皮儿38斤。
等一下，再拿两颗白菜去吧。小龙啊，快点儿！哎，爸爸，我也去。走。小龙，快点儿！哎。金发，有个事儿和你反映一下，有空再说吧。不行啊，咦，金发，什么事儿这么急呀？你听说了吧？刘翔大叔家种不上地，秦父在鼓捣他买套借粮呢。啊，这怎么了？不止他一家，还有几家也雇了套。那些腰粗腿壮的人，争着向翻身户伸手，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咱们政府得管呐，管。反正没有牲口，就种不上这地。不雇套怎么办呢？雇套，雇套，你还想不想活了？大全兄弟，你给我们评评理，他也不跟我合计，就雇了村长的套。大全兄弟，他也不算一算，咱们家那几亩地。耕一遍就得两担棒子的工钱，还得管牲口料人吃饭，那种子肥料功夫呢，闹好了到秋顶破天一亩地能打个三四斗，里里外外这么一开销，闹腾了一年，这不是白干了吗？金发，我万没想到你也卖套。卖套怎么的？你听听，这跟过去交地租有什么两样啊？我成了地主歪嘴子了。你不错，我是给他当过打头的，可我也是扛大活的，你这个帽子扣不上。你回头看看自己走的脚印吧。我的脚印怎么了？正着呢。别看土改那时候你打头阵，我落后了。抗美援朝你积极肯干，我还把嗓子喊哑了。你再想想，土改以后呢，你带头闹发家，买地主歪嘴子的墙砖盖房子，阶级界限都让你抹掉了。翻身户种不上地，你不帮助他们跳过这沟坎，反倒把他们往泥坑里面推。发家致富，不剥削穷人不富。金发呀，我真替你捏着把汗呢。你全忘了，咱们入党那天，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村长，我不雇你的套了。小宽，你。高大全，我告诉你吧，我不是翻身户的代表，我是这芳草地180个门口的村长。你刚才说的这一套，政府压根儿就管不着。你把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捧起来闻一闻，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儿吗？你不管，我们管。周大哥，我行啊。哎呀，你的脚还没好，快歇着吧。哎，今儿晚上你别出去了。怎么？我替刘翔大叔送粪去，你睡觉。那怎么行？你不用想走。你看，刚把大伙聚到一块儿，我怎么能不去呢？我替你不是一样吗？不行啊，一个党员能躺在家里睡大觉吗？
我不是拉你后腿，你都三天三夜没睡觉了，我怕你把身子累垮了。嗨，垮不了，浑身上下都是劲儿。会掉地下吧？瞧你这细致劲儿。高大全算把咱卖套这条道给堵死了。他可真厉害，连张村长都斗不过他。他这是怎么了？铁汉，铁汉，别叫他了，他是干得太猛了，累的，睡一觉就好了。把他送二林那儿去吧，要不大婶一看非吓坏不可。哎，这是怎么闹的？累的。啊？你留家吧，我跟他们把那几车粪送出去。嗯。还送什么粪？不要命了。啊，还有最后几趟，一会儿就完了。我真不明白，你们图的是什么？这么卖命。好话也不会好说。二林呐，刘湘书和九宽哥他们连地都种不上，你看着就不心疼吗？那些财大气粗的人，有的在看笑话，有的生着法的往死里整他们，你看着就不生气吗？咱们也得生着法，别走到刘翔这一步，不能光想咱们一家，那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咱们至死也不能做张金发那样的人。共产党把穷人从火坑里救出来，穷人要不帮着穷人，那不是丢了根忘了本吗？说什么也不能看着他们翻了半截的身子再翻回去。Thank you.
当家的，你和高大全斗了一春天，赢了还是输了？哼，金发，嗯，哎呦，来了，范大哥呀，怎么样？好点了吗？好点了，啊，快坐。金发呀，你怎么漏了这么个空呢？嗯，区里的春耕总结会开得可热闹了，谷县长都来了。是啊，啊，会上啊，还点你的名了啊。咱们芳草地啊，是全区春耕生产的第一名啊，真的！你看，还发了奖状了。范大哥，啊，你消息灵通，往后得给我勤透露着点啊。嗨，咱俩谁跟谁呀？虽说我不是本乡本土的，可兄弟你信得过我呀？把我介绍到区上当炊事员，我哪能忘恩负义？金发啊，这回区上有王书记给你做主，县里有谷县长给你撑腰了，你就站住这个戏台子，使劲的唱吧。真不错，行啊。哎呀，村长，这大奖状都拿回来了。秦夫啊，别留着钱下崽了，赶快拴车发呀。哎，我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昨儿个谷县长亲自参加了天门区的发奖大会啊。哎，这回啊，咱们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真正把发家竞赛搞起来。张村长，我问你，你汇报的那个春耕情况是真的吗？嗯，怎么，咱们村的地是靠你那个发家致富种上的吗？那你说是什么？这是大全哥领着翻身户穷帮穷干出来的。哇，你还觉着光彩呢？哼，你们那种干法是白干活不给钱，纯粹是剥削。哼，还大喊大叫，这是搞社会主义呢啊。那好，你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让我说呀，发家致富这就是社会主义。你胡扯，发家致富才是剥削呢。要说他是社会主义，哼，我一百个反对。你反对有什么用啊？芳草地是全区的第一名，你能给抹喽？啊！哎，铁汉，朱铁汉，发家致富是区里的指示，你敢反对上级的领导，你这是反党！你，发家致富，不是我们穷人走的道，我们不要他。同意给朱铁汉同志处分的举手。大勋同志，谈谈你的意见吧。我不同意。
就因为他撕了奖状，铲了标语吗？那当然了，他反对发家致富，这是目无党纪国法。那好，你拿来吧。拿什么？党中央文件。中央哪个文件上写着发家竞赛？哪一条？哪一款上写着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怎么，你怀疑上级领导吗？老王同志，掏心窝子说吧，我不赞成发家致富这口号。嚯，高大全，你也傲得没边了吧？当着区委书记的面，你还唱反调？别吓唬人，你那个发家致富，不是穷人走得到。朱铁汉同志，难怪上级的政策在你们这儿贯彻不下去，三个党员，两个带头反对，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种党员必须处分。如果你们党小组统一不了意见，区委有权处理，甚至包括你们的互助组。这次上线了，咱们的情况好好的跟上级反映反映啊。哎，铁汉啊，昨晚上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啊？记住了，往后遇事儿多动动心劲儿，扒开皮看内瓤，看它是红还是白啊。对，往后遇事儿多跟大伙合计合计。哎，周中大伯，哎，你可得多帮助拿个主意啊。好，这回上线非把是非弄清楚不可。嗯，咱们走的这条道没错，要是县委解决不了问题，我就上省，省里要不行，我就到北京。对，顶着风暴冲云霄，越过险峰，向着太阳笑，披身朝霞，心中自有金光道。二林呐，啊，你哥还没回来啊？还没有呢。哎呀，走了这么些天了，也该回来了。二林呐，嗯，听说了没有？什么？钱财凤的姑姑给他找了个倒插门的养老女婿。不会，不会的。怎么不会呢？冯少怀的老婆亲口对我说的，还求我给他做一双装新用的绣花鞋呢。你要不信，到他家去问问。谁呀？啊，是你呀。
彩凤，那件事儿再也不能变了吗？难了。啊，这为什么？啊，我配不上你。是你这个家不随心。你知道我从小就没爹娘，是我姑把我拉扯大的。解放前我姑给我找了个主，又碰上那么个二溜子，我是受罪受怕了。今儿个姐夫到湘云寺接我，把你哥的事儿都对我姑说了，我姑哭着嚎着的不让我嫁给你。我哥是我哥，我是我，咱俩好就全有了。那怎么行啊，我进了高家门就得一块儿过。我姐夫说的对，咱们往里收，他往外泼，就是一棵摇钱树也经不住那么多人伸手摘，就别说发家了。只要一成亲咱们自己过还不行吗？我一过门就闹分家，人家不笑话。那就先分家后成亲。我姐夫倒透过这话，只要咱们自己过，他就劝我姑不给我另找主。哎，那就这么办吧。雨汉啊，你见着二林没有？怎么了？从早晨到这会儿没见他的影儿。哦，那他能上哪儿去呢？嗨，你呀你呀，你跑到哪儿去了？串了个门。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去。嫂子啊，我自己做吧。嗨，用不着你动手，你快歇着吧。等会儿我还得审问你呢。不用审，我全告诉你吧。往后我要自己起火了。别胡扯了。你把我穿的衣服，单的棉的都找出来。找他干啥？找吧，让你找你就找吧。他说你今儿到底是怎么嫂子，咱们分家吧。你给我把话收回去。到底为啥呢？你哥在家还好好的，他刚走几天你就闹这个。反正早晚也得分开过。
我们是叔嫂，我们跟别人家的叔嫂不一样啊。我从小没有家，咱娘把我领进了高家门，你对我像姐姐，我待你像弟弟，吃水咱俩一块儿抬，挖野菜咱俩就伴儿去。眼看熬到了新社会的大门口，咱娘害了一场大病。那会儿你哥参加了担架队，上了前线，你忘了娘临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了？娘一手拉着你，一手拉着我，嘱咐咱俩活在一块儿活，死在一块儿死，等着你哥。护住祖正咬着牙往前闯，你哥肩上的担子多重啊。你应当跟着你哥的步子走，可不能伤他的心，半道上泄他的劲儿啊。受穷的瘾，我不是那号傻瓜，尽给大伙白看护。嫂子，你们就别再费心了。他说，不管你怎么想，你就是铁了心要分家，也得忍一忍。等你哥回来再说。这样的事儿，好人听了难受，坏人听了高兴，你可千万千万别对外人说啊。你听见了吗？你倒是说话呀啊。嫂子，你别逼我了，我都跟人说了。跟谁？村长。什么？你把分家的事儿告诉了张金发？这事儿当然得找政府了。这么说你当然也得告诉冯少怀了。你应当找歪嘴子说去。我跟他说得上吗？说得上，因为你住的这房子是分歪嘴子的，你种的这地也是分歪嘴子的。二林呐，二林，万万没有想到几天的功夫你变成这个样子。你要和你共过苦难的亲哥哥分家，可是芳草地的翻身户跟他连着心，你想干什么那就随便吧。瑞芬嫂子，我的好嫂子，我找他去。村长，干啥呢？哦，少怀呀，掏个排水沟。正好啊，我在外头给你搭把手，里外一块挖，一会儿就通了。行啊。听说高大全上线了。好。是告你去了吧？没他的香饽饽吃啊。嘿，
我看也是。高家的事儿你听说了吧？啊，知道了。二林老是巴交的，别叫他们说软和了。怎么，你还怕分不成家呀？昨晚上朱铁汉那些人走马灯似的往二林屋里跑，你看会不会出啥岔头啊？嗨，少怀，有政府做主吗？嘿嘿嘿嘿嘿，通了。嘿通了。当家的，嗯，听说二林跟他哥哥嫂子分家呢。活该，他高大全光顾别人不顾家，谁能跟他过到一块儿去？文吉媳妇儿，快给孩子喂奶去。哎，这回呀，没有二林当帮手，他里外顾不上，再也没有积极的本钱了。哼，铁汉呐，铁汉，快集合民兵吧！快走吧。不行，咱们还得动动心劲儿。哎呀，还动心劲儿？这都什么时候了？就这么办吧，铁汉。铁汉，二林闹分家，都是我拖累的，干脆我退出护主组吧。九宽哥，你保住大权的家要紧呐。那护主组不就散了吗？不行。嗯，就照你们说的干了。爹，到底怎么办？你倒是拿个主意啊。哎，全体民兵到周中大伯家门口集合。同志，哎，快点。铁汉，大晌午集合民兵干什么？他张继发利用职权，愣也把高家拆散。有我朱铁汉在，我看他们谁敢动高家一根草节。走，你站好，杨爱肯起，杨建看。铁汉、春和、丽萍，你们三个民兵干部过来。来啊，过来。进去。大伯，有什么话您快说吧。一句话，你们这个做法我不同意啊。周中大伯，大全哥好不容易把大伙拢到一块儿，他刚出门这么两天，二林就闹分家，这不把护主组搅散了吗？咱们得管呐。管，可是照你们这种管法啊，正好上了人家的当了。那您说咋办？嗯，我看咱们就等你大全哥回来再说。小龙哟，小龙，看，爸爸给你买糖块了。哎，这是什么？啊，这个是给你二叔买的。不给他，二叔坏了。小龙，不许这么说。出什么事了？大汽车回来了。哦哦哦。
全。刘翔大叔，大全呐，是我把你拖累了。刘翔大叔，你怎么会拖累我呢？就是因为你比我还穷吗？穷是个坏东西，也是个好东西。就因为咱们穷，才要往前奔，奔那个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别说是分家呀，就是再大的沟坎，他也挡不住咱。咱们照样往前奔。哎，哎，二林这孩子。为啥偏偏这个时候分家呀？大兄弟，这是后边有人捣鬼啊，是想让咱们翻身户乱了营，散了心。对呀，他们就是想拆散咱们这个互助组，让咱们松革命的劲儿，他们好顺顺溜溜的搞发家致富。别看他们把二林拉过去了，早晚呐咱们要把他拉回来。都怪那个发家致富，要不二林他分不了家。对，这回我在县里啊才弄明白，从根儿上说吧，二林闹分家是私有制私有观念的罪过，发家致富就是从这个毒根子里冒出的坏牙子。光白牙子不行啊，得刨根子。什么时候把根子刨干净了，咱们的革命就算彻底胜利了。大全，你快说怎么跑啊。这回我到燕山区啊，见到了县委书记老梁同志。哦，他送给咱们一本书。什么书啊？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这就是毛主席给咱们指出的金光大道啊。老梁同志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燕山区啊给咱们做出了样子。人家那儿干得可欢实了，有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还有农业社呢。那咱们区为啥不这么干呢？就为这，老梁同志说县委还要给咱们派个区长呢。哎呀，是吗？哎，这回就好了。只要咱们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条道走，就能一步一步的挖掉毒根子，栽上新苗子。按老梁的话讲啊，咱们这个互助组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苗子，有苗不愁长啊。今天的小苗，明天就是一片青纱帐，一片红云彩。田局长，喝点水吧。饱了，饱了。田局长，再给我们讲讲志愿军的故事吧。以后再讲吧，我到莲子坑去有点急事儿啊。哎，好，田局长，莲子坑帮忙来吧。啊，哎，大全呢、啊？我跟金发谈过了，今后工作的重点还是要放在发展互助组上。好，我走了。哎，嗯，看什么？你看人家干得多欢实，快看！
组员们，听我指挥，咱们一边休息一边学习啊。好嘞。哎，丽萍啊，接着呢。哎。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好，讨论一下这段吧。干什么去？学习去。你敢？小兔崽子。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大强哥啊，咱们也成立合作社吧。是要成立啊，可眼下还不行，得一步步来啊。哼，早晚我要参加互助组。哎呀，你还有完没完？本来嘛，你们把人家高二林拉出来了，顶个屁用！人家干得更欢实了，临时互助组转成了常年的，他又成立了几个临时的，这又斗了一夏天了，还不是你输了？哟，少怀来了，村长，歇着呢。发家致富的号召还算不算数了？怎么了？听老范说，新来的田区长可支持互助组了，还给了他们一笔买车的贷款。有这事儿，钱都给人家了。哦，难怪高大全说要大力发展互助组呢。金发，这笔贷款可给互助组添了翅膀了。拿来吧。拿什么？贷款呢？好，贷款是给人家互助组的。那我们几家也要成立互助组了。哎呀，我说世琴，贷款就这么一笔，你就是成立了互助组也不能给你。哦，你这葫芦里卖的是这味药啊。哎，他们这些当领导的，我说，竟干这种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私情事啊！世琴，不光彩吧？世琴，当家的，快来看！哎，我说周世琴，有话咱们就明说，这怎么叫朝里有人好做官呢？你别装傻了！哎，你还不知道吗？我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贷款，你到底给不给吧？你凭什么这么厉害？国家的银行是给你开的，他高大全。凭什么厉害呀？哦，就仗着田区长是他拜把的兄弟啊，这银行就归他了。好戏，吵什么？看他高大全怎么收场。大强哥，你说到底怎么办呢？是啊，我要是说了，准有人不同意啊。这回我同意了。快说吧。那好，铁汉，你把昨天咱们商量的跟大伙儿说说。对，说呀，铁汉，你说吧。我看呐，最好的办法是把贷款让出去。还笑呢？这是真的。大全，我耳朵有点背，你再说一遍。把贷款让出去，让给谁呀？周世琴那几家贫农。我问你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你疯了啊？九宽，我就知道你会陷用户。你看，谢二哥，你们谁用户我都不干了。啊，他周世琴造了谣言骂了你，你不吭不哈，还要去奖励他？九宽呐，你错怪了大全，他早有这个打算。你好好听听，他比咱们想得远呐。咱们呢，把贷款让给他们。
你呀，这是拿钱堵他的臭嘴。哎呀，九方哥，你先坐下，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不行，不行。今儿个，你别想把我说软乎。你这样做，到底谁称心如意？从打一土改，就有一伙子人气红了眼，恨不得咱这些翻身户咔嚓一下子，都穷死饿死才甘心呢。咱好不容易找到这条光溜溜的道，你就把坏人忘了？人家拆散了你的亲骨肉，你不告状，刚拿到手的贷款，人家要夺，你就松了手，你这是安的什么心？你想把我们领到半路上就扔下不管吗？九官哥，你对户主组的这片心意我们都知道，你想一想，干社会主义光靠咱们几个组能行吗？春起咱们刚办起户主组的时候就下了决心，要像火车头一样把芳草地的乡亲们都挂上，眼下咱们这样做不就是为了帮助他们赶快地走上组织起来的这条道吗？哎，哪怕就是让我摸摸鞭杆子，把咱户主组的大车赶上一截呢，我也没算白高兴一场啊。不能赶一截啊，这辆车咱们一直要赶到社会主义。哼，我看你就是把贷款让出去，他们也成立不了户主组。不会的，老于家、周善家、常胜妈这几家我都串通过了，都愿意成立户主组。今天周世琴也当众宣布过，只要咱们大家一使劲啊，这个组就能成。哎，九宽呐，就照大全说的办吧。啊，哎，这样一来啊，咱们的火车头又多挂上了一节车厢啊。是啊。世琴兄弟，咱们哥俩对劲儿，我才来跟你说那几句闲话，哪能嚷嚷出去？嗨，话赶话就说漏了嘴。不管怎么的，我不会把你装进去。嗨，我倒没什么，我担心的是你呀。听说他正串通人，要在全村大会上斗争你。嗯，他是秦叔，咱们赶快商量商量办户主组的事儿。是啊，长生嘛，自己掂着怎么过顺手就怎么干吧，你们就别勉强他了。哎呦，闹了半天你还没拿定主意呀？哎，就别提这个了，早上把高大全给得罪了，正愁着没法过这道坎呢。嗨，哪有的事儿呢，人家大全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啊。是啊，今个大全上我那儿去了，他叫我们来找你，赶紧把户主组搞起来。这度量真没说的。世琴大叔，哟，老范，哈，大全来了。你们都来了，好啊。大全坐。哎，抽烟。哎，大叔，我来跟你商量个事儿。大全，今儿早上啊，早就听说你们要搞户主组啊，大伙儿听了挺高兴。咱们都是从苦洼子里爬出来的，没有别的道可走，组织起来才是正道啊。你们几家就吊着膀子干吧，啊？大叔，你不是说办起户主组来要买瓜打车吗？嗨，可别提这档子事了。早上我不该胡说八道，眼下把肠子都悔青了。大叔啊，
往后可别听信谣言了。哎，给。哎，大权，你这拿着吧。大权，你为人办事儿真是没比的。大叔，大权呐，你们组不是也急着要买车吗？是啊，那怎么行呢？对呀，我们有办法了。有啥办法？土改那会儿啊，九光哥和张金寿合分了一辆破车，我们互助组把它修一修，照样可以使啊。老范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事儿办得怎么样啊？我不常在家，哪能瞎插嘴呢？今儿个休假，随便串个门，你们有事儿忙吧。大叔，来，咱们一块定定互助组的章程。金少，谁呀？哦，范大哥。干什么呢？嗨，别提了，互助组啊算计我来了。怎么了？这个破玩意儿他们想拿去使。你答应了？哎，当时啊挨着大权的面子我就答应了，过后我一想才醒过梦来，他们这是想占我少爷的便宜啊。没门，我劈了他，我当财务烧。哎，别劈了，这车还有人家一半。你批了，互助组的人能饶得了你吗？那怎么办呢？你不会跟他们要粮食吗？对，范大哥，还是你心疼我呀。哎，锦少，今儿个喝了没有啊？哎，屁，连个浅毛也没有啊。给，打半斤酒，再买点花生豆啊。哎。放下！饭抢了是怎么的？少废话，这车也有我一半，我要拉车了。我看见谁敢动，哼，走！你！哟，金少，咱们昨天不是说好了吗？那我那一半，也不能让你们白使。你是个挺顾脸面的人，怎么吐出来的话又要吞回去啊？哎，干脆说吧，我要卖车换粮顾肚子。哼，我没有肚子，我哪还有脸呢卖车？我才不干。九宽哥啊，就这么着吧。你要多大价钱？四百斤小米。四百斤，这也太贵了，买辆新的。一百斤我也不要啊。又抢人了，这是。贵是贵了点儿。你那一半车是二百斤小米，对吧？啊，对对对。金叔，这个车我们买了。那拿来吧。滚刀肉，别给鼻子就上脸，总得有个期限。行啊，冲着大权的面子限你们三天。哎，眼下青黄不接，哪有现成的小米子给你啊？就是，你们不是堂堂的互助组吗？嘿嘿，二百斤小米还能难住你们呢？锦寿，好了，三天以后我们给你小米。大伙儿能有什么好办法？哎，干脆到深夜两点再借他二百斤小米。哎呀，春起借那担棒子还没还人家。不要紧，到秋一块还。哎，这是最后一回了啊。好吧。沈掌柜的啊，刘翔来了啊。又碰到难处了，再借二百斤小米子吧。我和股东们合计合计啊。
不借。上回您怎么借的？这回跟上回不一样。好，我去跟他说。等等，我去。刘强啊，要借粮食啊。用多少说吧。啊，这粮店有你的股份。这粮我不借。嗨，我知道你们互助组迈不过去这个坎儿了，我不帮助谁帮助啊？你呀别假充善人。哎，春琪，你借的那担棒子不也是从我这儿一抖一抖的量出去的吗？啊，我还你。你呀不用鼓着肚子说气壮的话，你等着吧，我出房子卖地也还你。嗨，哭什么？老爷子给你办大事呢，啊！快哄哄，快哄哄他！哎，对，赶紧办了，等字据一立，手印一按，就是高大全他们知道了也不怕了。哎，刘翔呢？回家拿地照去。把他给我扔大门外去。刘翔有方基地一块，坐落在芳草地南街路北，因其荒废无用且生计有困难，愿卖给秦父名下永久为业，经宗人协议，代价为小米200斤，棒子400斤，卖主刘翔，买主秦父，宗保人刘万，1951年6月10日立。你们两家看看，这样写合适不？合适合适。哎，快去请村长吧。哎哎，来人了。当家的来人了啊！是张村长吗？快请进来吧。不是不是啊。哟，哎呀，快快快把字据藏起来，快把字据给我。你，哎呀，你这不是毁我吗？村长来了。啊。哎呀，张村长啊，
政府可得给我做主啊。哎，怎么回事啊？他不让我买刘翔的房基地。哦，大全呐，这个事儿咱们管不着吧？谁要夺我们翻身户的胜利果实，我们就要管。土地买卖自由嘛。哼，他有买地的自由，我们有不卖的自由。又不是买你的地。刘翔是我们互助组的人。秦副书，你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你应当知道，翻身户这几亩地是盼了几辈子才到手的呀。你这样做不又把他们推到老路上去了吗？秦副书，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大全，你说的也忒玄乎了吧？哼，一点也不玄乎。别说是买地，谁要是不安好心，动一块土磕了，我们也不答应。金发呀，共产党把地分给了穷人，怎么能看着他们卖掉呢？你是个共产党员，怎么能支持这种事儿呢？我哪支持了？这是人家自己个儿商量的嘛。你得得得，我不管这些闲事了。当家的不让咱买，咱就不买了。大全呐，我从心里是为两头好啊。刘安大叔，早晚你会闹清楚，要按照这条道走下去，咱们翻身户就得家破人亡啊。刘翔大叔，大叔，别的事可以试，真想的事你能试吗？我是想啊，什么也比不上护着祖金贵呀，保着他就是保住了命根子。喝出那点地，好让大伙儿顺顺当当的跳过这道沟坎。大兄弟啊，你的心意大伙都知道，咱们护着祖想出办法来了。刘翔大叔，叔啊，咱们是组织起来的农民，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别说是眼下的这点沟坎啊，就是火海刀山咱们也能闯过去。妈，你倒快点。爸爸，我们从来买车呢。好，太少了。嗯，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嗯，哟，哪来的？你猜猜。你再好好想想。你把鸡蛋给卖了。咱们不是说好了吗？留着给你扯件布衫用的。这不是挺好吗？你呀，快去买粮吧。哎。啊，行我手里了。哎，快来参观呐。你瞎吵吵啥？铁汉，秤和笸箩都借来了吗？借来了，快走。大叔，你们都来了。哦。哎，准备好了吧？好了。秤和，来，
全要我的。哎啊，二十六进啊。大全，哟，大婶也来了。哎，你看我这太少了吧？不少啊，积少成多嘛。哎，五斤二两啊。哎，别倒错了，我这是小米儿。哎呦，你咋不早说呀？这要倒进去，一粒一粒往外捡呢，三天也捡不完呢。哎，这小子干什么你？我七五更撵出来的小米子没捞到第一名，你后边来的还往前抢啊？哟，大叔来了啊，来要我的。世新大叔，你也教啊？大全，如今咱也是互助组的人了啊。哎，你爸爸呢？收拾车呢。黑牛，你们家口粮紧，不要你们交了啊。对，送回去吧。我爸爸说了，收也收，不收也收。哎呀，小兔崽子，这连秤也没过，怎么算呢？谁也算了，我们凑粮买车。嘿，就你这么一丁点粮食，买个纺车也没人卖啊。我们这点少，大伙凑就多了。哎，行。从小啊，就看出了集体的力量。哎，啊，我们都来了。哎，都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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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爸，我爸，好好，都来了，一个人来，一个人来。哎，周正大伯。邀约才到啊！哎呀，大姑母吧，邀他干啥呀？哎，咱们内部事儿也得公平合理。哎，那就邀。哎，邀我的，35斤半。嫂子，哎，你们家不是交了吗？刚才那份是我的，这份啊是他的。对对，嫂子啊，你们家还交双份啊？嗨，众人捧柴，火焰高嘛。嫂子说的对。哎，这回就不说啊。大叔，哎，你看看这阵势，看那些挖沟叠坎的人，还有什么招？大家伙，赶紧买车吧！哎，咱们护士组啊，是越来越红火了啊！大全，今儿个我着着实实的看清楚了，人心齐，泰山一样。对呀，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力量啊！走，我跟你去还粮买车。将将将鱼鱼鱼冯少怀，我是来还你粮食的。刘翔，你这是干脆说吧，是在这儿给你啊，还是在沈记粮店？哎呀，我帮你点粮食，何必老借哥的？冯少怀，你是帮忙吗？你是往翻身户身上撒网呢？哎，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哼，你对刘翔大叔，对互助组，安的什么心？这话我不懂。我请教你高大全，往后还让不让我们庄稼人发家致富了？哼，告诉你。
共产党绝不允许靠毁别人的家来发自己的家。哎呀，你把我闹糊涂了。哼，你这种人压根就不糊涂。社会主义这条道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来的，是我们贫下中农用血汗和生命趟出来的，就像这彩霞河的洪水一样，就凭你挡得住吗？中央的指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咱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芳草地的高大全同志在咱们天门区竖起了组织起来的第一杆红旗，我们要向他学习。大家回去以后要立即掀起一个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潮。你看看，好，散会。金花，走啊，你先走吧，我还有点事儿啊。金芳，来坐会儿，来。怎么耷了脑袋了？如今搞互助合作，这是一股子潮流。别说是你呀，就连区委书记和谷县长都检查了。哦，你要是硬和中央的指示憋着劲儿，那不是自讨苦吃吗？这回他高大全，不，算是露了脸了。嗨，你别看他高大全当了支书，受了表扬，可你不还是一村之长吗？不比他小啊。哼，我是不想干的，我要是干的话，准保比他高大全干得漂亮。哼，这话我信。哎，我说金发啊，我看呐，你也搞个互助组，啊，专找那些腰粗腿壮的户搭班子吧。到时候啊，风水就会从高大全那边刮到你这边来了。中央文件把发家致富给批了，批得太好了。就是行啊。哎，我可定准要参加你那个组了。哎呀，我那个组啊，昨儿个又入了两户，你们另搭个班子吧。啊，那也没个挑头的呀，干脆咱们就成立农业社吧。这些事儿我们都议论过了，大强哥说得一步一步来，水不到渠不成啊。那你可得快点给我们组找个挑头的呀。好，我和大强哥再合计合计。哎，看你的了。
你可要快点啊！好。嫂子，嗯，你把我穿的衣服、单的棉都给我找出来。你要他干什么？嫂子，让你找你就找呗。哎，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给你。嗯，这是干啥？跟你们分家了啊？挨着户主总那四亩好地，归我了。什么？文清啊，文清，你给我回来！哎呦，怎么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哎呀，他跟二林学了，要跟我闹分家啊！少怀呀，啊，这谁他妈这么缺德？背后挑唆二林跟他哥分家，非他妈断子绝孙不可！哎，别背后骂人呐，我是来找你合计成立户主组的事儿。哎呀，我没功夫。哎。二林呐、啊，要是不走组织起来的这条道，你这100多斤，可就要喂狼了。不会吧？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哎，狼可比兔子厉害呀。你想一想，刘翔大叔要是不加入互助组，不就家破人亡了吗？嗯，哥啊，你放心吧，早晚我也要加入互助组。晚入。不如早入的好啊，大伙儿可都盼着你呢。我跟彩凤再合计合计吧。大全哥，我跟他分家了。哦，你也分家了？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大全呢？大全，这小子要跟我闹分家了。为什么呀？他要加入互助组，这不是好事吗？嗯，啊啊，分家我可不赞成啊。文庆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你要信得过我，就先回去。哎，信得过，信得过。大叔啊，你也该好好想一想了。别看眼下日子过得挺顺溜，要是不走组织起来的这条道，迟早啊。要栽大跟头啊！哎哎，大成哥，嗯，我对你有意见。说吧。我分家，又不是单干，你干嘛不支持我呢？文清啊，你们全家都入互助组，我才高兴呢。你看我爹那么自私，他能悟吗？你爹私有观念太深，一时还想不通。就为这，我才跟他分家呢。哦，你这么一闹，他就通了。中央文件指得很清楚，搞互助合作，就是要把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一步一步的朝社会主义奔。眼下，有些人。没有吃过单干的苦头，也没有尝到过组织起来的甜头，一时还觉悟不了。文庆啊，党有政策，得自愿互利，一时想不通，不要勉强他们。那我就干等啊。所以才让你留在家里啊。你是个团员，应当帮助你爹尽快地转过这个弯子，别走到岔道上去。哎，刘万，哎，上哪儿去？找大全去。哦，你要参加他那个组啊？啊，哈哈。刘万，哎，我告诉你个事儿。什么事儿啊？人家背后可是嘀咕你呢。嘀咕我干什么？你不是有一头大花牛吗？啊，人家说了，要都是没有牲口的户凑到一块儿，怎么搞互助合作呀？说什么也得把刘万拉上。啊，哎，来，我跟你细说说。如今参加哪个组是个人的自由，我呀
也成立了一个互助组，一水都是有生库的户。你要是参加我那个组啊，保准不让你吃亏。哎，我姐夫说了，咱们也成立个互助组。哎呀，我哥都跟我说好了。你答应参加他那个组了吗？那倒没说定。这不结了，参加哪个还不是互助组呢？姐夫说，你给他赶了半年车，我又没断了给他做活，到秋后给咱们五担棒子，换头大牲口。他说话能算数吗？他亲口许的愿，吐出来的还能吞回去啊？嗯，就怕这个兔子连窝边草也吃啊。不会吧？哎，就咱们两家呀？不，还有秦副叔，村长挑头。张村长，你别玩圈套了。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反对了一年互助组，中央指示一下来，你怎么一下子把白脸变成红脸了？实说吧，我信不过你。大群，你看，这不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吗？整党的时候我也检查了，眼下党中央的文件下来了，我为什么不能大干一场呢？金发呀，你成立互助组是应当的。你想过没有，像冯绍怀这种人能真心实意的搞互助吗？哼，这不是中央指示下来了吗？人总是会变的。对，有的人可能变好，有的人可能变得更坏。金发呀，就看你这个挑头的了。这你放心吧。区委还布置了紧急任务，组织大车到区里去，往火车站运送抗美援朝的物资。哦，这是个顶重要的事儿啊。嗯，咱们互助组得带头啊。是红是白就看你行动了。哎，大成哥散会吧。好好好。我说铁汉呐，别总隔着门缝瞧人，把人都给看扁乎了。我想不通。过去张金发拿一村之长压你，你挺硬，现在你倒变软乎了。他那个组明明是挂牌子的，你也不反对。铁汉，哼，当初成立支部的时候我主张把他一撸到底，你偏同意田区长的意见，在支部里给他留个位置。哎，你看看咱这个支部都成什么样子了。嗯，铁汉呐，天底下的事儿不会有你想的那么干净。张金发要走邪道，当然要和他斗。你想想，要是不讲斗争方式，光大吵大闹，吵不通就各干各的，那还叫啥党组织了？你看中央文件一下来，形势变得多好啊。不光搞互助组，将来啊还要办农业社呢。有些人看着能顺气吗？他们还会变着花样的向咱们进攻，咱们得准备迎接更复杂的斗争啊。我算把张建发那个组看透了，不来拉抗美援朝物资，他倒让冯绍怀拐着二林跑去拉脚了。哎，张金发这个人呢，越变越不像样子。
要下雨了，快点装吧。哎，这这，我。先洗脸吧。好，实在要不通，赶快派人到沿途山路走一趟。好，一定要把大全他们找到。好。喂，喂！哎，做梦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去火车站路途很远，一时失掉了联系，没什么了不起。喂，你用不着大惊小怪。哎，我们是一个庄的情哥们，平时又对劲儿，惦着呢。喂，惦记好啊。老范啊，这件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往外讲。清楚、啊、清楚。通了，田局长，通了。喂，你是哪里啊？田局长。大全。喂，你这是迟到消息了？怎么回事？有人把车轴给锯了。你看，这是新茬。嗯，没有刻骨仇恨的人是干不出这种事来的。老范，啊，你说呢？嗯，是新茬。大全，来。老范。这些集体敌人真狠呐、啊！可不嘛，不光咱们这儿，你听说了没有？红枣村的地主把农业社的牛给毒死了。逮着这些家伙，非枪崩他不可。嗯，是得多加小心呢。这事儿一出来，敌人怕暴露，一定会夹起尾巴来。嗯，你分析得很对。先不要打草惊蛇。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嗯。这场暴风雨又给咱们增加了不少新困难。回去以后，你们党支部一定要发动群众，战胜这场灾害，在救灾当中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向前发展。嗯。老田。我越来越清楚了，花心血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哎，这一救灾啊，可看清楚了，互助组就像大孩穿小袄，不合身喽。可不，这地你一块我一块的，挖个排水沟都这么费劲，大伙也议论，秋后啊，咱们该成立农业社了。是啊，对呀、啊，
这就叫水到渠成啊。哎，大全呢？你找我啊？你看看这地。哎呦，这是谁家的地啊？你们祖刘案的。哦，这地啊，要不赶紧收拾就算撂了。谁说不是呢？你看刘万他媳妇正在坐月子，他也腾不出手啊。那你们不是户主组吗？不假，可老天爷也没下通知说哪天下暴雨啊。这人都散出去了，我有什么法子？你那个组啊，压根儿就是挂牌子的。哎，我怎么是挂牌子呢？我没登记还是没上报？看看你这阵子走的脚印吧。哎，你们组的人没有都出去吧？你要赶紧想办法。哎，好。我看他靠不住。嗯，周中大伯，看来有些单干户也抗不住这场灾，咱们不能把他们撂下。对，是啊。哎呀，村长，我到处找你啊，我那地怎么办呢？就别提你那地了，我那地也敢沾了。村长，咱们户主组六家，一家出一个人，帮我半天就把我刘万救了。我说刘万呐，你现用佛现烧香哪成啊？哎，户主都急成这样了，谁户主谁呀？哎，你就不能去求求大权？哎，走到这一步了，哪还有那个脸呢？万大叔，大全呐，大叔，您别着急，我们户主组抽了六个人，吃完了早饭就帮您开苗，用不了一个头上就开出来了。大全呐，叫我说什么好啊？要下雨了，大叔，咱们先干一会儿吧。哎，大婶怎么来了？哎呀，你怎么叫她来了？产后才四天，这不是玩命吗？是她自己来的，糟了！大婶，快走吧，要下雨了。小叔妈，快背上走吧。二林子，快点啊，你到后边推去。那我这二林子，再卖把子力气啊，前面就是大车店了。哟哟，这哟，哎呀，热得烫手了，病得可不轻啊，咋没人管呢？他东家心太狠，把他扔这儿不管，光顾自个儿挣钱去了。喝吧。
给你抓药去了。小叔妈，小叔妈，小叔妈，大全回来了。小叔妈，小叔妈，大全回来了。大婶儿，大全呢？大婶儿，你就安心养病吧，地里的苗都开出来了。你千万千万带上你大叔一块儿往前奔呐。大婶儿，你就放心吧。小叔妈，小叔妈，大婶，大全呐，我不该不听你的话，我把他害了，大叔，我把他害了，我后悔死了，大叔，这不怪你，是你走的那条道把他害了。就怕这个兔子连窝边草也吃啊。哥，二林呐，你要是不走组织起来的这条道，你这100多斤可就要喂狼了。彩凤，不能给风少怀走啊，他是个白脸狼，他要吃咱们的。他婶儿啊，二林的事你知道了吗？怎么了？二林病了，让冯少怀扔在大车店了。不会吧，我姐夫说他在那儿办点事儿。哎，他婶儿，那是骗你，你哥和铁汉都接他去了。啊，得赶紧想办法呀。宝剑，这有芳草地姓高的吗？有啊，有。二林，二林，二林，哥接你来了。哥，哥，二林呢？二林，我是铁汉。铁汉，二林，我哥呢？二林，走，咱们回家吧。
少怀，等等。咦，我拿点东西去，快点啊！哎，姐夫，你干什么去？出车。是你亲口答应的，今儿个帮我翻种地呀。哎呀，我有点急事儿。再说你那地不用翻种，补几棵苗就行了。冯少怀，你太欺负人了。怎么了，彩凤？二林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在春水河办事儿呢。冯少怀，你不是人！你怎么骂人呢你？你还我二林！哎呀！哎，少怀，快点走啊！不能走！彩凤跟我耍小孩子脾气，真缺德！就是二林编的，你知道吗？哎，我们家的事儿，别人少插杠子啊！谁是你们家的？你说清楚了，二林和彩凤是你们家的人吗？瑞芬问得好。告诉你，二林和彩凤都是我们的人。周忠大白说的对，嫂子，冯少怀，你把二林和彩凤剥削惨了，跟他算账。哎，我说，咱们都是些旁不相干的人，人家闹纠纷就别再火上浇油了。这话不对，二林和彩凤都是和我们连着心的贫农，怎么是旁不相干呢？村长，虽说我不是贫农，我可没有剥削过谁呀、啊！你别骗人了。说好听的。这两年，我们两口子一个给你当长工，一个给你当使唤丫头。这会儿我算把你看透了。从根上说吧，要不是你挑唆，我和二林能跟哥哥嫂子分家吗？哎呀，彩凤，你怎么倒打一耙呀？是二林愿意分家，你看。跟我有啥关联？二林回来了！二林回来了！二林回来了！咦！哎，哎，哎，我说，哎，铁汉，我说你，你看看，哎呀！这么壮的小伙子给整成这样。哎，你看看，我怕你着急没敢告诉你，这不正要赶车去接，没成想铁汉跑到我前头了。二林，哎呀，一个壮小伙子头疼脑热的，我想也容易好，没成想会这样。先拿着吧，好好补养补养身子啊。好，好，咱俩，哎，你先请。二林有福气，冯少怀。这样，哎，就是。你该看清楚了吧？贫下总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你那几个臭钱能买得了的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土改以后你干的这些勾当，和地主歪嘴子剥削穷人有什么两样？我们不也成立互助组了吗？你们那是什么互助组？秦副书，你说说。说呀，说呀，少怀跟我说呀，我们也成立个组，个人呵呵干个人的。秦父，我哪说过这话？哎，怎么不是你说的呢？你还说井水不犯河水呢？你记错了吧？天地良心，你还说挂牌子了呢？哎呀，你大全呐、啊，我要是撒谎啊，就天打五雷轰。这下把老底儿全给端出来了。哎，这组又不是我挑头。组长不是在那儿呢吗？对，哎哎哎，少怀，咱们内部的事儿就别在这儿吵吵了，下去再解决吧。张金芳，今儿个，你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了，你那个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的了，就是缺乏经验，办得一般了点儿。一般了点儿？你要不搞假互助组，
真跟刘万大叔搞互助。刘万大婶产后才四天呢，能下地薅苗吗？哎呦，我说大全呐，你说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你怎么能怪我呢？不怪你，怪谁？我跟小柱妈合计好好的，要加入大全这个组，你愣说互助组的人要攥着我的大花牛，把我骗到岔道上去了。要不小柱妈能死吗？你净坑害人！赶紧发你赔人！对，村长还卖人，家伙坏透了，哪像个党员的样子？田工。在中文呢，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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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大全呐，你看这样吧，张金发，你好好想一想吧，这两年你想把大伙领到什么路上去？是该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你的病根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你不要碰到村长了，你是党员，当村长，当村长，就不能这么干。乡亲们，张金发的问题我们党支部一定要做严肃处理。乡亲们，咱们芳草地这两年的风风雨雨给大伙擦亮了眼睛，不搞互助合作就是死路一条啊。咱们贫下中农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起来奔社会主义，这才是一条金光大道啊。Thank you.